声来欢迎台湾阿诚莅临讲座，谢谢。啊，我们非常的啊尊敬汪洪城啊，台湾阿诚作家，也是啊爱台湾、爱世界、爱地球、爱人类的啊实践家的先行者。他也是我们啊南亚啊最好的朋友啊，跟我们的董事长都是复旦的校友，对我们的支持在各个角落都为我们南亚啊发声啊。台湾阿诚媒体先进昵称他啊，英文叫啊，台湾的签，国际友人昵称他为大地之子 Earth Sun。 他1968年3月20号出生，毕业于念力国小、复旦国中、复旦高中、东吴法律系，后来赴籍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拿破仑西游基金会来进修，在2006年的3月20号，他以三轮车啊突归台湾的环岛，亲吻大地之旅。那么现在他是宝岛台湾环球感恩之旅发起人，也是成功学的老师、讲座老师。他曾经获得啊这个拿破仑西游基金会成功学台湾负责人的讲座老师，也青创会第17届的公关副主委，现在是我们桃园县啊青创会的成员啊。在于他爱台湾，爱我们土地，爱人类，爱整个宇宙地球，所以各大媒体、电视台、啊收音广播台、电视媒体跟平面媒体都曾经有非常大幅的报道台湾阿诚三轮车突回台湾的信息，包括在日本。他今天我在会场外看到他带的啊一个专书。他所写的专书，他的留下的很多的记录足迹都非常令人感动。他有著作《积极成功学》《台湾成功学》《三轮车突归台湾》。那么他做书的经历呢？啊，刚刚已经讲到，但是最令我们感动就是他亲吻大地的活动。从2006年的3月20号推广到今天，全台湾已经有超过20000人次共同的直接参与亲吻大地的活动，并已经推广到国际上，像日本、新加坡等友邦国家，为我们台湾啊，为我们的同胞啊，为我们的地球跟人类做出巨大的有意义的爱跟和平的贡献，我们非常的尊敬感恩他。今天他特别也到他特别这个啊专门木雕啊这个工匠特别好的大师傅，台湾的伟大师傅啊，那么赠送给我们南亚科大一流学府的啊匾额，我们特别特别的感谢，要赠送给我们的董事会啊，和啊代表董事会来接受。董事会以先前啊也都非常的感谢啊台湾阿诚对我们的厚爱，我们铭记在心，一定会不让你失望，努力的完成深耕南亚科大。董事会给我们的目标，我们在阿诚的鼓励下来完成。感谢，用最感恩的心
掌声来感谢台湾男子，谢谢，谢谢。啊，这个科子南亚科大啊董事会主任，一流学府啊南亚科大黄宏成，台湾男子见证2010年今天6月14日啊，谢谢阿成，谢谢。好，那接着我们啊、就开始啊、我们最亲爱的、感动的啊、黄宏成，台湾阿成啊、大地之主给我们做他如何的实践他爱台湾、爱我们这个土地、爱地球、爱整个人类、爱与和平的使者的专题讲座，我们再次以感恩的掌声来。欢迎阿成啊！谢谢台湾阿成，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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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谢谢各位南亚王校长，各位南亚的师长，大家晚安，是非常好，大家感谢大家啊！首先我要对校长表示我最高的敬意，因为我进来南亚的时候，我就看到校门口贴了校长24小时服务的电话。我走遍了台湾39乡镇，我走了那么多学校，我从来没看过一个校长用这种服务的态度来面对他自己的学校跟师长跟师生，所以我们是不是给王校长一个最热烈的掌声？来，鼓励王校长，感谢王校长啊，谢谢，谢谢。首先我来自我介绍啊，我姓黄，我叫黄宏成，台湾阿成，我是我们本地土生土长，我在中立出生，然后在中立长大，念复旦中学、复旦国中、复旦高中，然后念东吴法律。那我本身是做这个成功学的推广，因为我是来自美国维吉尼亚大学 Napoleon Hill Foundation in Virginia， 然后负责推广这个成功学。可是我在推广这个成功学的过程呢，包括我们陈春富陈教授啊，来我们请大家挥手，看陈教授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打个招呼，是不是？陈教授他的夫人跟我就是邻居，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他算是我们那一条街的这个天使啊，他是我们那一条街的这个正神路的西施。我记得我在推广成功学的时候，因为我对陈教授久仰已久，我还特地来到学校，来到学校跟陈教授请教一些成功学推广的事宜。那陈教授给我很多的指导。那我在2006年3月20号的时候，我就开始环岛。环岛的原因就是我最后创业的过程中啊，到最后明天300块的房租，到晚上12点还钱不晓得在哪里。我是负责这个成功学的推广，因为美国 Napoleon Hill Foundation 授权给我推广这个 Science of Success。成功学它是一个 success。